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哗啦当当当雀球。第二天两组团雀的面面相觑，轻盈的穿过林间小径，活动攻略原神 4.8 活动攻略。雀雀球活动第三关，绿色球来右边，对着右边的缝发射，一半左右的力度。红色球来到左边，对着上方的三角板发射，力度1/5多点。最后一个黄球作为调整，第四关，来到右边，用红色球把上面的球粘进红框。然后换成黄色球发射进红框，最后一个蓝色球有吸引功能，也发射进红色框。